谢谢余校长哦。刚才余校长有提到我们三龙齿轮公司的廖坤龙廖董事长说，如果没有他的话，雪山隧道是不会通的。这一句话是真的，因为呢，本身当初在开凿雪山隧道的时候，开到一半那个砖头派起。找了德国的技师要来处理，他说要处理可以，最少$100,000，最少。那后来交通的工程局后来呢找上了我们的廖坤龙廖顾问，请我们廖顾问呢把水山圈掉这一个砖头的问题，这个该怎么样解决？后来呢，我们的廖顾问用不到一半的金额就把它解决掉了。所以呢，没有如果没有我们的廖坤龙廖顾问的话，真的水山隧道是真的不通的。好，那我们请我们的廖坤龙廖顾问呢本身来讲几句话。我们智龙兄来自各地的台湾各地的各位慧姐慧兄哦，大家好，今天非常高兴大家的莅临，尤其我们这个余庆辉校长啊，非常的欢迎各位。我今年是担任南山的家长会长，也即将要卸任了。我女儿今天也很荣幸的考上台科大啊，所以在台北念书了哈。刚刚过奖的啦哈，我们智龙兄哦。其实我没有那么好了，只是刚好有运我这个机会为国家这个贡献一己之力了，这个是当然了，为国争光荣是必然的了。我在这边顺便要跟各位讲，我们台南招商已经连续了好几年得到全国评鉴的第一名，今年我有参与这个看到这个时机啊，所以呢我们的余校长真的很厉害，教育界的这个我们的功臣啊，大家应该鼓励一下好不好？所以呢各位呢今天来到台南一定好好的享受台南的文化，谢谢各位。